马六甲野心万里望西令海滩渔民日前捕获一只重一吨、长5公尺的大鳄鱼，事发时渔民与鳄鱼在海上缠斗，视频曝光，场面十分惊险。根据视频显示，渔民一开始试图用绳子围绕鳄鱼的尾巴，期间鳄鱼速度浮出水面，即张开血盆大口。渔民们奋战约2小时后，成功将该只鳄鱼捉上岸，交给雪州野生动物保护及国家公园局处置。消拯局随后将鳄鱼运上卡车。好惊险的海上搏斗啊！